落二人族。今天部落人族来到屏东县狮子乡，寻找百年前突然消失的神秘王国，还有帮忙采收有排湾族红宝石之称的猎人便当，并且仿佛走进任意门，在部落竟然可以走到欧洲，还有跋山涉水，只为了采收大自然最珍贵的绿色宝藏。每周四晚间9点到10点，部落二人族与你来分享。